具啊，这全部都是玩具。这个是俄罗斯方块，这个呢都是一些闯关玩具。这个是超级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有一层、两层、三层，还有一个顶楼，它是一个有电梯的。车子回来了，进电梯，上电梯，看看二楼，二楼停了有车子，我们上三楼吧。上去三楼到了，这里有好几个停车场，我们就停三楼吧。车子出来停这里，车子出发了，停这里下去，还有一个垃圾车。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两个车子吧。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油罐车吧，先把它给拆了，拆开，搞开就好了。啊，拆脱来了，油罐车，油罐车出来了。油罐车是用来拉油的车子，它这里都有防火的标志，因为油它是会着火的。这也是一款滑行车，还有音乐，要把这里拉开，音乐就出来啦。再看这个垃圾车，这个垃圾车，这个垃圾车是可以扫地的，因为它有两个扫把。这前面有个方向盘可以开动，里面是坐人的，这个门开不了的。这里有一个装垃圾的垃圾桶，这个盖子可以打开，这里面还有两个垃圾桶的。这个垃圾车也是有音乐的，我们把这里抽掉，按下音乐出来啦。我的新玩具好玩吗？我是挖机爸爸。我是挖机宝宝。我是叉车爸爸。我是叉车宝宝。我是货车爸爸。我是货车宝宝。我是救护车爸爸。我是救护车宝宝。我是搅拌车爸爸。我是搅拌车宝宝。我是炮弹车爸爸。我是炮弹车宝宝。我是消防车爸爸。我是消防车宝宝。我是警察车爸爸。我是警察车宝宝。我是校车爸爸。我是校车宝宝。我是土方车爸爸。我是土方车宝宝。我是笼子车爸爸。我是笼子车宝宝。我是公交车爸爸。我是公交车宝宝。这些车宝宝好可爱呀。哎，乔治，这是什么呀？嘿嘿，姐姐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来来来，我乔治给你表演一下，你可要看好喽。我蹦，我蹦。咦，乔治，赶快下来，太高了，太危险了。姐姐姐姐，你也太小看我了，我再蹦。乔治，你赶快下来。嘿嘿，我再蹦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乔治，姐姐看到了，你很厉害，那你赶快下来吧，很危险的。嘿嘿，好好好，我这就下来。我下不来了，姐姐。啊，都说了不让你上去了，你还逞能，偏要上去。这下好了吧，这下下不来了。姐姐赶快救救我，好高啊。我就说听到有人在这边哭。哎，佩奇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啊，太好了，是小丽。小丽，你赶快救救我弟弟吧，我弟弟蹦得太高了，下不来了。啊，原来是这个调皮的小乔治呀。行行行，我现在就帮你把他给救下来。把乔治给救下来，先放到我的背上。行了，这下好了。嗯，谢谢你，小丽。不客气不客气，以后可千万不要爬这么高了，这简直是太危险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抓了一只小猪，给我进去吧。放了我的弟弟。又来一只小猪，你也进去。放了我两个孩子，又
只小猪，你也进去，放了我的老婆和孩子，要不我饶不了你。哎呀，我好害怕呀。你也给我进去吧。怪兽，你不用嚣张，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救？奥特曼不会来救你们的，因为他飞得慢。狗狗汪汪队不会来救你们的，因为莱德出差了。超级飞侠不会来救你们，因为他们搬家了。葫芦娃不会来救你们的，因为他们躲到葫芦里去了。你忘了我还有巨人僵尸呢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你放了他们。这怪兽，赶快放了他们，我是来救他们的。啊，现在巨人僵尸都帮着他们了。好好好，我放。我是一个大怪兽，哈哈，我是个坏怪兽。这不，我带来了三个神奇的糖果，谁要吃了我的糖果呀，就会变得和我一样坏。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去打败奥特曼。我是奥特曼，我也带来了三个神奇的糖果。我呀，我可是一个好奥特曼。我这个神奇的糖果，谁要吃了，谁就可以变得很强大了，就会和我们一样强大，然后啊，去做好事呢。臭奥特曼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呢都不会吃你的糖果，都会吃我的糖果的，是吗？那咱们就等着瞧好了。听说奥特曼要分糖了，奥特曼家的糖果可好吃了，而且还有神奇的能量呢。嘿嘿，奥特曼，我可以吃一个你的糖果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光头强，你吃吧。好的好的，我要赶快吃糖果变大之后，帮我爸爸和熊大熊二一起去保护森林啊。喵喵喵喵喵喵，哇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，刚吃完就长大了，谢谢奥特曼，我要去保护森林咯。奥特曼奥特曼，我佩奇也想吃一个糖果，我要快点长大，帮我妈妈干好多好多的活。好的好的，佩奇你赶快吃吧。好的，我要赶快吃了啊。喵喵喵。哎，奥特曼，我怎么没有变大呀？哎呀，抱歉抱歉，佩奇，刚才那个糖可能是个普通的糖果，我忘了放魔法了，不然你再吃一个吧。好好好，那我就再吃一个吧。啊，喵喵喵喵，怎么样臭怪兽，看看我的糖全被小伙伴们吃光。哈，你个一个都没有人吃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啊，气死我了气死我了。大哥，哎呦，大哥被奥特曼打倒了。奥特曼，奥特曼被怪兽打倒了。大哥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。奥特曼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你过来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。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敢靠近我吗？你敢靠近我吗？我就不靠近你，那我也不靠近你。那你来呀，我在这儿呢。奥特曼，你听到了吗？怪兽，你过来打我呀。哎呀，谁在喊啊？哎呀，奥特曼快别睡了。哦，真吵，吵得我都没睡好。我也是。走，咱们换个地方接着睡，我看行。走。